姐姐，嗯，我看得出来，我哥他挺喜欢你的，你也特别喜欢他，对不对？你怎么看出来的？我也说不上来，因为我就是那样，会毫无理由的喜欢一个人。那是你们小孩子的想法。我们成年人想的可多了，可是喜欢才是最重要的，不是吗？我也特别希望你可以跟我哥哥在一起。说什么呢？啊，赵鑫，我问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？干嘛呀？吓到他了？把眼泪收起来，不许当着外人的面哭。你怎么能当着外人面那么凶你妹妹呢？女孩子自尊心都很强的，也很容易记仇，尤其是对自己在乎的。那不在乎的人呢？不在乎的，那不管说什么还是做什么都不会受到伤。你刚才很失控，是因为我去见你妹妹了吗？不是因为你。你回去跟她道个歉。女孩子很需要这个的。我妹最乖最懂事了，哥哥辛辛苦苦为你插的花，看一眼。你不是喜欢花吗？那以后每一周我都给你来送花。知道你们女孩子自尊心强，以后不这样。你刚刚那么激动，是因为我的检查结果很不好？不是，猫的事情我安排好了，你要是想它们了，随时可以去看。房东那边也说好了。猫咱们不养了，房子可以接着住。嗯。不好意思，麻烦您啊。哦，没事，有需要再联系我。哎。妈，这是最后一个啊！您要不满意，我也没招了。你也别再挑了。你俩干嘛呀？挑来挑去的，你逼死我得了。行，你俩就这样吧，我也不管了，爱咋咋地。我特别喜欢吃你朋友做的饭。
来这么早干嘛呀？上班啊。我不是告诉你别着急吗？再不上班，我怕被医院开了。有我在，谁敢开你？你也不是老板，不能总给你添麻烦。我虽然不是老板，但我好歹也算是个创始人吧。要开你啊，先开我。谢谢创始人。哎，今天不用陪妹妹啊？啊，白天没什么事儿，快出院了。哎，你这也奇怪了啊！你不在的时候吧，好像客人也没那么多。姐，嗯，我问你个事儿啊。要是想自己开一家宠物医院，需要多少钱？你想自己开店啊？哎呦，那这里的说法可就多了啊！来，我跟你说啊，你看啊，你看你要选择在一个什么样的地方，然后呢要多大面积的？哎呀，东西我可以帮你找货源，但是设备这一块啊，开销蛮大的。哎，你怎么想着自己开店了？嗯，我是想着自己开一个店，时间上自由点，也方便照顾我妹。要说时间的话，自己当老板肯定更忙啊，要照顾那么多事儿呢，你可得想好了。嗯，我再想想。哎，等会儿，坐下。你看啊，我呢一直帮你当弟弟，嗯，你妹妹自然就是我妹妹。姐有句话呀，想劝劝你。你呀，有时候也该自私一点儿，你的人生有幸福的权利，对不对？我知道，你是担心你妹没人照顾，可你妹妹呢，又担心你把时间都花在她的身上，自己找不到对象。你要知道，只有你自己先过好了，身边的人才能过得好。嗯，我知道。谢谢姐，我衣服去了。去吧。袁，谢谢啊。啊。你俩没什么事儿吧？怎么一路上一句话也不说呀？啊，我跟许诺之间为了一些事情起了一些小争执，他生我气了。什么争执啊？啊？啊，没什么事儿，您不用担心，小事儿。小事儿啊？这夫妻小两口哪有不吵架的？但是咱别耽误了大事儿啊。你外婆还天天在说呢，什么时候参加你俩的婚礼呢？妈，啊，这事儿我们已经在考虑了。哦，真的？哦，那太好了。哎，那你爸爸他没有什么意见了吧？他没什么意见。哎呦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你说你俩在一块儿也这么多年了，这事儿也确实是不能再拖了，还是赶紧抓紧办啊！阿姨，那明天早上我来接您。好。哦哦不，你忙你的，你甭管了。我答应过外婆的，她做手术我一定要到。袁，谢谢你啊，真是有心人。咱们明儿见。好，明儿见。嗯，别生气了啊。嗯，拜拜，妈。得了，拜拜，再见，慢点开啊。拜拜。你不要再给我妈无谓的希望了。怎么了？结婚的事，你不要总是随意给他承诺。我怎么随意了？咱俩刚在一起的时候，你就这样答应过他，你记得吗？那不是后来很多事情发生了变化吗？所以呢，事情在变，人也在变。我爸跟我妈还在办离婚，我不能这个时候跟他说我要结婚吧？你觉得合适吗？你又生气了？啊？给外婆手术单签字的时候，我就在想，人活到最后，连自己的命运都无法决定。你放心吧，外婆呀不会有事的。太晚了，今天晚上我也住你家吧。嗯，怎么了？
那天你忘拿走了。 以前我爸反对我们俩在一起，可你从来没有犹豫过。你现在怎么变了？你这么做总得有原因吧？你不告诉我原因，我接受不了啊。你不是让我给你时间吗？那我们就都给彼此一点时间吧。你不是想结婚吗？如果只是为了结婚的话，我不会跟你在一起那么久的。 除了时间，你还想要什么？没了。好，那我们就都给彼此点时间，都好好想想。 中国呀是茶叶的故乡，人均的茶叶消费量的基数是非常巨大的，每人每年在茶叶上的这个消费量基本上是在1.53公斤左右。这些呢，我们都能看到。说说你们产品优势吧。哦，好，我们先了解一下我们的这个茶文化，我们的这个茶文化呀可谓是源远流长，而我们要做的是中式茶文化。 丛总，其实呢，我们的产品目前卖得很好，我们和竞品的优势、市场的表现，还有我们公司的财务情况，包括主要人员的构成，其实，在 BP 上已经写得很清楚了。你们的净利润是多少？去年？不瞒您说，我们公司暂时还没有盈利，但是去年每个月的销售额增长幅度都是在 10% 左右。那你销售额总量是多少？2000万。2000万。 那你们对估值的预期大概是多少呢？1亿。1亿？嗯，不算高吧。销售额的5倍，不算高。不过听起来你们好像更适合去找天使投资，不是我们基金公司。对我们来说好像规模小了一点。我出去接个电话。嗯。支配我。冒昧问一下，二位是夫妻吗？ 对，我们刚结婚，一起创业。夏姨，喂，雨文，你怎么还没来呢？你外婆都在做手术了。啊，对不起，我这有个会还没结束，需要晚一点。哦，没事没事，那你先忙吧。我和许诺都在这儿呢。啊，我一结束我就给你打电话，马上赶过去。好，先挂了啊。 怎么了？心事重重的。许诺的外婆动手术，我本来答应要去的。什么手术？严重吗？前两天摔了一跳，严重到是不严重，但是骨头断了。刚才那个公司你怎么看？数据很漂亮，就是面对年轻人的，现在市场上很缺这样的项目。唯一的问题可能就是人。回头我找人。 做了他们的背调。嗯。哎，妈。哎，家属。哎哎，我是啊。我们是。手术挺成功的，在医院里观察几天，没事就可以回家了。
大夫，麻烦问一下，那多久能恢复正常啊？这个可不好说，啊，这得看他个人恢复情况，或早或晚都是有可能的啊。谢谢谢谢啊，谢谢大夫，谢谢。脉搏怎么样？挺好的，医生说观察两天就能出院了。啊，我给他带了点吃的。谢谢。他挺喜欢吃你做的东西的。那就好。你不用每天都做。我能帮你的也就这点事儿了。小琴怎么样？挺好的。回头我去看她。什么事儿了？你好，你是赵进？对，你父亲赵有志把人家俩人给打了，对方愿意接受赔偿，现在主要把你叫过来呢，就是商讨一下双方赔偿的具体的金额，明白吗？明白。你都多余来，我大不了多关几天，反正让我赔钱是没有。你以为我想来？不是，你看他们那样是不是以为我欺负他们？你都不知道生意抢成什么样啊！说我狱里放药，你说能不打他们啊？可以啊，你想生气生气，想打人打人，但是你干这些事情之前想想后果行吗？我这动起手了，我谁还想这么多？我没有住院了，我每天还得上班。你想想我们，你干这些破事之前想想我们行吗？不是小金住院，你怎么不跟我说？我跟你说有用吗？没用。跟我说没用，我对不起你们，行了吧？车在外面。哎，啊，等一下，怎么先消毒？谢谢啊，不多说。谢谢谢谢，在后边来。哎，后面。爸，您怎么来了？住院怎么不跟爸说一声？我不是怕你担心吗？而且我都快出院了。你这不说，我能不担心吗？现在怎么样？没事儿，一切都很好。你这个额头是？啊，没事，撞的。肯定不是撞的。哎，被人打两下。你没吃亏吧？你爸是那吃亏的人吗？我哥肯定说你了。嗨，你哥一直在这陪着了？嗯，他晚上陪我，然后他白天要上班，还要给我送饭。你怎么了？啊，没事没事。以后有什么事儿跟爸说啊。嗯，好。我哥呢？哎，他忙。他让我别告诉你。
他没想到他自己还告诉你。哎，你就别管了，接下来爸陪你几天啊。嗯。爸干嘛呢？跟那个叔叔聊天呢。照顾你行吗？放心吧，你别跟他生气了，他说他以后不喝酒了。哼，你信他？信则有，不信则无，不是你说的吗？好吧。你说，妈这个时候在干什么呀？想他了。有点。你不觉得许诺姐跟妈长得有点像吗？特别是他们抱着花的样子。不像吧？怎么不像了？你记不记得她抱着花站在门口笑的样子？嗯。看那个叔叔，刚30多，头发都白了。他儿子脑血管畸形，参加了个运动会，跑了3000米，还没跑完就晕倒了，送医院做了开颅手术，但是还是晚了，现在就一直躺在病床上。没过几天，叔叔头发都白了，他们以后就没有自己的生活了。我不想你这样，我想出院之后跟爸生活。不行，爸连自己都照顾不了，怎么照顾你啊？那你总不能照顾我一辈子。我怎么不行？你这样谁敢嫁给你啊？放心吧，你哥不会一辈子打光棍的。那给你一个月时间，你找个女朋友。一个月啊？嗯，太短了，一年吧。2个月？半年？3个月，不能再多了。这种事情还有强制的啊？松开我。默默，过来吃饭啦。赵医生，我点了。你点吧，我都行。吃了吧？没事了，就是吃你之前的猫粮吃吐了。
又下雪了，真好。是下雪了才要请我喝咖啡吗？是感谢你的猫粮，谢谢。我想好了，我收回我之前说过的话。你说过的什么话？我说我不想只是和你做朋友。你明白我的意思，也知道我的处境。我不想你因为我改变自己的生活，被人议论。既然你说过你说过的话，那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做朋友了？你为什么就是想跟我做朋友呢？是同情我吗？你怎么这么敏感？你是有被害妄想症吗？如果你是我的话，你也会这么想。我不怕我自己失去什么，我怕在你面前越来越自卑。那我们不可以做朋友吗？做朋友也挺好的，想念的时候就问候，想见面的时候就见面，发消息也不用想着回还是不回。男朋友不在意吗？你是在担心我吗？还是害怕？我做的任何决定都是忠于我内心真实的想法，我不会因为别人的想法而改变我自己的决定。好，我答应你，我们就做朋友。怎么了？这么快就改变想法了？你真搞笑。那恭喜你，你又多了一个搞笑的朋友。说了就要陪客户，估计刚吃完饭吧。我们是朋友，看见了也无所谓吧？对啊，没关系啊，反正我们只是朋友。
在家呢。你看错了吧？是吗？那可能是我看错了。我准备睡了。好，晚安。哎，你怎么没上车？别撒谎了。刚才紧张了？没有。那你在意了？有吗？你能不能不要把我当成空气？这么快就不适应了？那我把它当成空气。你不是说你不喜欢一个人很快投入新的感情？我爸说了，就是让我暂时当一下这个管理人，他最理想的人选是你。这是给你们带的，你们自己分一下啊！谢谢，来花是你们俩的，自己分一下啊！谢谢老板。这袋最沉的是我送你的礼物，谢谢石老板。以后啊，还是得在这免税店买东西，咱们得多去海南出差，我保你面膜自由。你去海南玩的挺开心的，开心啥呀？累都累死了。那你昨天怎么不接电话？昨儿我陪客户呢。男的吧？哦，你看看他啊，你看，长得还行，就是有点胡子，我接受不了。你最近的口味越来越宽泛了啊！我是一个百变的女人。嗯，你真潇洒啊！昨天默默一直吐，吓死我了。他怎么吐了？吃啥了他？没事，后来我找医生了。找哪个医生了？先生您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买画。你怎么知道我们画店的地址啊？搜一搜就知道了。你在我们这儿买过花？啊，前一阵儿。前一阵儿？什么时候？你买的什么花呀？你审犯人呢？哎呀，也不知道是哪个女孩这么幸运，能收到赵医生的花，还是送给妹妹的。你先自己看着啊，不好意思，我们有点工作的事要聊一下。干嘛？拉住干嘛？哎呦，你干嘛呀？你怎么知道他是给他妹妹买花的？你乱想些什么呢？你刚刚那状态跟那天晚上很像，好吗？哪天晚上？就吃烤肉那天啊。你想说什么？就是你的表情还有你的状态都很奇怪，你自己没感觉到吗？哪里奇怪？你回来，我还没说完呢。干嘛？你这样拉回来才很奇怪，好吧？那晚上赵医生是不是去你家了？摸摸病了，我给你打电话你又不接，他是来看摸摸的，怎么了？嗯，他也很奇怪。他怎么了？这是他朋友圈发的，他把他的猫都送出去了。哎，不过正好他在，我问问他，给猫找个伴儿什么的。这些猫都是他妹妹养的呀，你怎么什么都知道啊？啊？他妹妹生病了，我们在医院正好碰到了。哎呀，你要把这两天发生的事情都详细给你讲一遍啊。也不用，我没时间听，你给我挑重点的讲。讲你个头啊！动我头干什么呀？哎、呀你在打我是吗？你打我！嘘，嘘什么嘘？别闹了，闹什么呀？你别聊了，我没有，你聊什么了？我没有。这花真好看。姐姐没来。怎么总是姐姐姐姐的？这花是你哥专门给你买的。
在姐姐的花店买的吗？你怎么知道他是开花店的？不是开花店的，是花艺设计师。小道消息挺灵啊。请进。一会儿需要办了一块吃饭吧。我是加班呢，我不去了。好。喂，许诺，晚上快吃饭吧。我要加班。你怎么又加班？啊，那好吧。爸，嗯，我先撤了。晚上一块吃饭，你先别走。那一起啊！我正好约了徐阳跟赵静烤肉。没有烤肉啊？算了，不去了。真不去啊？那我走了。哎，等等，烤肉就烤肉吧，你跟他们说晚上我请啊。真的？那走啊，我跟他们说啊。周俊，哎，你妹没事吧？啊，没事，快出院了。哎，想说你离婚，为什么离婚啊？对不起啊，我也就是好奇，随便问。你要是不想说的话，就别说。也没什么事儿，就不提了。大哥，喝酒啊！来来来来，喝酒喝酒。来，哎，你怎么不喝呀？我就不喝了，一会儿还有事儿。哦。哥，嗯，你看你平时这么忙，你都什么时候约会啊？哎，我说你小子最近是不是嫌自己工作不够多，闲得慌啊？没有，我不是那意思，我就是看你很少带嫂子一块儿出来。咱们公司的工作你不了解吗？那么忙，我哪有时间约会啊？再说了，你嫂子自己创业，她也没固定时间，所以我们俩只能是聚少离多。所以你们这恋爱才能谈那么长时间，是因为？不能经常在一起。我说你这个嘴是不把门是吧？反正啊，我作为过来人，奉劝各位一句话啊，谈恋爱不要谈那么长时间，要不然没好处。哥，嗯，不过你跟嫂子在一块儿，不像恋人，更像夫妻。那天吃饭，我看你们在一块儿也没有什么过多恩爱的动作。你以为跟你们年轻人一样啊，整天腻腻歪歪的？啊，你们现在还腻歪吗？哎，你这么跟老板说话，你不怕被开除？元哥不是那么小气的人，我们都是好朋友。可是身体会做出自然反应。什么意思？我是说刚才你们说的那个话题啊，身体的反应它都是生理性的，它不受大脑控制。身体要是没反应的话，说明他心已经远了。所以腻歪还是很重要，对吧？来喝一个。啊，来个。哎，走走走，先走。嗯，哥，我代驾一会儿就来了，我捎你回去。哎，不用，我今晚上去我女朋友那儿，跟你不是一方向，让我自己叫车。我没喝酒，我送你。啊，也行。对对对，你应该知道我女朋友住哪，你给她送个猫，对吧？走，送一下。我们先走了。好。哎，把哥安全送到了啊。好嘞，好嘞。拜拜。他结婚了。他结婚了。嗯，张医生联系我了，干嘛？要来给我送猫呀？你怎么发到我这儿的地址啊？嗯，怎么了？你反应好奇怪啊！你又来这种奇怪反应，你怎么了？你是不是故意的呀？我故意什么呀？他来给我送猫，我这不在你这儿吗？这逻辑很顺呐。他们家不是在？
他们家怎么了？你知道你家在哪儿？嗯，对呀，那你还有什么问题呀？反正就是在顺路嘛。顺路？嗯。对不起啊，没事。你刚才说你要去初春公寓？啊，我去那附近。去干嘛？给我朋友送包。这么说，你平时还做卖报的生意？我妹妹养的，都送人了。好。我到了。你稍等我一下，我打个电话。啊。在家吗？你喝酒了？跟朋友们喝了一杯。想你了，想跟你聊聊。太晚了，改天吧。晚怎么了？我有话想跟你说。他快到了。哦，你喝多了，还是改天吧。诗安今晚在我家睡，喝多了早点回去休息吧。啊，既然这样的话，你们早点休息，晚安。啊，我可能要去别的地方，要麻烦你送我一下吧。车上了吗？出什么问题了吗？哦，我女朋友的朋友在她家，我去不太方便。我们俩虽然没结婚，但这关系啊，跟老夫老妻一样，都会给彼此留下空间。我觉得这样挺好的，你说呢？啊。你俩怎么在一块儿呢？哦，我喝酒了，就请赵静送我一下。嗨，你要上去吗？本来是要上去的。我先拿一下我的猫啊。啊。啊！谢谢赵医生，以后摸摸就有伴儿啦。需要送你吗？不用，我很近，我走了啊。你不回去吗？我回家了，我走了啊，拜拜，拜拜。My control. Julie, Julie, please don't leave me alone.